在渔港旁的新达刀铺，外观看起来和一般的打铁铺差不多。走近一看，发现刀铺里最多的装饰，除了琳琅满目的刀剑和兵器之外，一帧帧和名人合拍的相片成了最显眼的招牌。君君心中还在纳闷呢，得到国家公益奖的郭长喜，应该他的工作环境很富丽堂皇吧，但是眼前这只能容纳两个人的狭窄空间，还有嘈杂尖锐高分贝的机器转动声，已经让人快要受不了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炉里面高温至少快要1000度，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，这工作环境也实在是太恶劣了吧。啊，袂使了，拄真久嘞，所以检查要头要落讲迄块皮啊，真久太硬。因为这地差不多4公斤嘞。为了配合我们采访小组的拍摄，郭师傅将打铁铸件的过程分段进行，先依材质分成不同融化混合后，再如同揉面粉一样的揉成一团，然后来回重叠打造，使钢材在直竖横形面都层层的密合，再磨打成钢胚核心，如此反复了好几十次。这种千锤百炼的过程，除了希望能够看到一把好剑之外，也真的是一种心智毅力的修炼啊。来落过来十片，再有20片，还有20片，即马落用甲无做伙好烧了，啊了再个落熬。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，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斗大的汗水从师傅的额头、脸颊滴下，身上穿的工作服也湿透了。对照悬挂在墙上的这幅国家公益奖，不难理解，在获得这个荣誉的背后，师傅付出了多少的代价。所以我是跟他讲哦，在这个社会上哦，对脚步啊在走了。不是原地踏步，如果是原地踏步哦，咱早哦，咱就爱收掉。因为咱在60年代的时候，咱台湾拢是农业嘛，啊，所有的拍铁也作多嘛。哦，你若想咸水嘛，一个拍铁街啊，红山嘛，拍铁街啊，所有的这个镇的内底哦，一定有一条拍铁街啊，专门咧拍铁的。啊，拍铁的是安那？你也无这拍铁的拍这农夫啊、工夫出来哦，你免哪去劳，免哪去经营，你无错啊。连布切啊，啥物拢着用手背，用啥物去做嘛。哦，啊，所以敢若讲，佮过来了后，就是讲，因为咱就是讲，像阮这个年岁，就是讲，啊，咱拍铁真艰苦，哦，啊，咱互咱的细汉的去读册，哦，读互伊较悬的，啊，看会讲做较快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拍铁的，就是讲，即摆来老的，就是讲已经拢直直老了，啊，少年的就无人要学，哦，啊，佮在咱的农业哦，都。做下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走咱的工业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即卖拍铁的较即阵哦，就是那像阮即个年岁哦，正式的拍的哦，已经剩无几个啦。你想啊，我今年参加比赛，哦，但是现在我们台湾有一个公益竞赛，每年都有主办哦，以
个公益竞赛，啊，就是讲啊，我今年做这样物件去参加，啊，然后啊，明年要阁参加，因为伊个每当拢有办一届，啊，每当拢办一届的时阵，你就是讲，搁再你得爱转变你个脑筋，啊，甲你个做法，啊，甲你个迄个拢无相像嘛，所以你个比赛，你唔知道我通得奖还是啥物，不要原地踏步。潜心钻研仿古铸剑的方式，重现古代兵器文物传承技艺。郭长喜的文物馆陈列展示了他毕生的心血和收藏。他要用刀剑工艺引领游客进入他的刀剑人生，从历史的角度诉说刀光剑影的故事。在早期的刀剑哦，咱是敢那讲哦，较无人会去认出他嘛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。因为刀剑在以前是在冷兵器的时候，虽然是打仗是一种凶器，但是到打仗结束以后，我们就是说在那个冷兵器没用冷兵器的时候，用炮的时候哦，我们就要把那个我们的兵器哦，给它看是凶也是变的对了，啊，就是讲你想今麦的时候，咱若讲无把这个物件留起，啊，咱呢后边细汉的。就唔知影讲哦，咱较早朝代啦，咱较早啥物嘢，对不对？哦，有这个刀剑啦，是讲讲这個刀枪啊，是啥物嘢呢？就是这样。这兵器上呢，因为我较早的时阵哦，我也要拍戏，也要探亲的时阵哦，人就咱人就是安尼讲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有品味，一定要先肚子填饱嘛，对不？啊，你若讲腹肚未饱的时阵，你对不对？你讲什么品味都嘛无好啊，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我是讲啦，讲我也要赚钱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讲哦，对不对？动动脑筋，就是讲哦，把咱这个对兵器这一方面的会当收的就对了，哦，我才拢改收起来呢。我做这个博物馆目的是，因为较早那要出去展览的时候哦，就伫迄落文化中心嘿去申请。啊，去展览啊！因为人去展览的时阵，大概就是讲，因为咱的物件足多啊，啊，去细项啊，那去的时阵去布置啊，布置拢布置他两三天啊。等下你布置两三天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讲啊，店房看是差不多，因为伊个拢差不多十日一礼拜尔，对不对？袂当互你展上去啊，对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讲安尼是真麻烦了，对啦。啊，所以到尾也是，我就是讲安尼，咱是不是？拄啊，我有一个所在啊，拄啊一个迄个地方，家己开一个馆。啊，那有兴趣的人，我来展览嘛呢，是这样。因为去日本哦，去日本是为着哦，因为在70年代的时阵哦，就是讲。咱台湾哦，也未有迄个斯坦烈士哦，不锈钢了，对啦。哦，啊，以前啊，迄个徛厂讲，咱较早的食品机械刀拢用迄个糖塑火，就是讲钢的落做嘛。啊，糖塑火，你想今仔日切的时阵，啊，明仔载哦会生鲜嘛。啊，生鲜咱要外销的时阵哦，你若方验着讲内底有鲜哦，那有迄个特别赛嘛。啊，所以哦，因厂商迄阵啊，就是一直要求讲哦，用不锈钢。啊，因为咱台湾是无不锈钢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迄阵啊，我才会交日本哦，交日本。啊，迄阵啊，咱买日本的时阵，唔是讲上阵卖讲哦，迄落护照摕来啊，飞了就过，唔是啊。较早是我是透过咱台阳哦，
咱台北有一间叫做台阳哦，企业啊，台阳企业伊较早是交日本人哦，交日本人哦，伫迄个高雄啊，挖了金矿哦，啊，伊交迄个拢有熟识啊，所以哦，我迄阵啊透过台阳啊，甲买所有机械，哎、欸、呦，这欠马事，欠马机就对，欠马物件，哦，马病的物件就对啦。啊，日本人才出一个证明，和你讲哦，啊，你要来我们日本哦。来学要操作这台机械就对了，啊，你才会当过日本安尼。嘿，对，哦，才才过去日本，啊，才过去日本哦，学习是要学习讲哦，第一就是研究伊个不锈钢，啊，第二就是说，看会当买到材料袂安尼，等下咱台湾哦，或者迄个食品工业哦，能用到不锈钢的东西安尼。